在从头到尾都在燃烧的热情，然后也像他其他曲子给我感觉一样，有少女的情怀在里头。我在练的时候，我脑袋里有会有一个图画的想象，我都是想到一个少女在草地上，不管她做什么，可是我就是会想到这个画面。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有少女的感觉在里头呢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这首曲子是舒曼要写给克拉拉的一封情书，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可能脑子里都是想到克拉拉，然后可能他脑子里的画面就是克拉拉。他这首曲子他没有真正的慢板，沉重的悲伤的慢板，就是连第二乐章他都有一种淡淡的喜悦，然后有轻盈的感觉。